刚才的药应该已经起作用了，我来看看。 你究竟是谁？这么好的疗伤药，竟然对你一点作用都没有。你希望我是谁？你爱是谁是谁？ 这里不行，吸这里。为什么脖子不行？我以前是男人，现在跟以前能一样吗？ 我要疗伤。小夭，我没事儿，你多吃一点，让你的伤可以快点好。我回头吃一点补品就好了。